现在呢，我们的医务人员以及我们患者的饭已经到了，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接饭。京蒸滑鸡，然后是杏仁茄子，还有藿香葱烧海参，金银花煮娃娃菜，还有一会儿还会有一个汤品是炖排骨。这是给我们的排骨汤，我们今天的饭呢是非常丰富的，有排骨汤，有我们的蔬菜面条，下面呢还有四个菜一个汤，还有我们的还有这个小馍，我们是根据病人的需求按需分配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将把它送到我们的缓冲间，由我们里面的同事进行交接。那我们一起吧，一起给病人送过去。嗯。Hello，吃饭了。特别好吃，别的吃叫饭吃完啊！啊，谢谢。别叫饭吃，每次都叫饭吃完，吃的多，咱的喝的快。嗯，啊、嗯好。啊，我再明天吃啊。嗯，好。我下次去给您拿拿点面。啊，你可以拍点拍，谢谢。嗯。这个点如果都使这个点换的话，你到时候哭一个。好好的啊！啊好。